弓步响箭自产生以来，作为一种当地传统体育活动，年复一年代代相传，使当地群众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其中。在节日里，弓步响箭是各项活动的重头戏，是弓步人最为喜爱的运动项目。男子射响箭，喝青稞酒，女子则唱健歌、跳健舞。 给胜利者献上哈达和青稞酒，整个气氛热闹非凡，人们欢歌笑语。射箭比赛时一定要唱歌，歌者都是各存在出色的歌手，他们穿着节日的衣裳，男右女左排列在靶场两侧。箭手在拉弓之前，歌者要当众高歌一曲，夸耀箭手的弓箭以及箭术。 同时，箭手的啦啦队在旁边跳起轻松欢快的弓步箭舞，为箭手助威鼓劲儿，顺便打击对手的士气。中山的呀，这边那边那啦，中山的呀，中，扎了西北小，他用了枪马小。